我到今日先知，我当初冇收佢张票，并唔系我有骨气，而系我内心深处一直都想，我一日唔收佢钱，佢就欠咗我，我哋之间嘅关系就唔会断。都系我唔好啊！系我太天真，头先我口口声声话自己系病人嘅家属，希望佢可以尽医生嘅责任。 其实我对佢仲有一丝丝嘅寄望，希望佢可以念尽我同佢之间嘅父子之间嘅情分，亲手出手帮我。但系呢一切都系我一厢情愿啊！佢宁愿见死不救，都唔想同我有任何拉勒，你明唔明啊？因为我妈死咗，亦都因为我。 我婆连做手术嘅机会都冇，我原本可以享清福，可以无忧无虑咁去退休，但到依家，佢嘢又食唔到，下半世人就要孭住嗰个输液机过世啊！呢一切全部都系我嘅错，系我嘅错啊！呢一切全部都系我嘅错。 全部都系佢错，唔系你嘅错啊！就算系任何人嘅错，都系程医生嘅错啦。当年佢为咗前途，连我都唔要，我咪一样。我为咗义诊，咁睇你，连我哋个 BB 都冇埋。 系我冇用，我唔识照顾我身边嘅人，我唔到你呢10年，一个人孤零零过，呢一切都系我嘅错。 点解你喺度噶？我系游牧中医，咁啱嚟开呢堂体证。如果你有唔舒服嘅，可以揾我帮你睇病。我冇病。如果你真系冇病嘅，又会攞电话影低自己行唔行到即使。我嘅事唔使你理，你亦都唔使企图说服我，医你婆婆。虽然你冇办法当我婆婆系普通病人，但喺我眼中，你就系一个普通病人。即系估唔到你做咗咁多年医生，都要为疾忌医。 我冇委疾忌医，如果真系冇嘅，不如俾我帮你睇下。我喺医院做咗咁多检查，都揾唔到病因。凭你一个中医，可以做到啲乜嘢？最近你系咪觉得口干、口苦同埋流好多汗？呢啲都系虚风内动嘅症状。虽然可能一时三刻要你明白中医呢套理论，如果你要否定中医嘅疗效，最起码你要试过先否定。但我会证明俾你睇，你系错。 你膊头痛咗几耐啊？大概年几啦？有冇其他地方唔舒服？颈紧膊痛咯，都系嗰啲啦。佢有时痛得好犀利噶，啊，尤其夜晚啊。你哋有冇睇过其他医生啊？冇啊。边有啊？我都唔知几耐先捉到佢上嚟睇医生啊。咁你有冇试过受伤啊？或者有冇其他大病，例如癌症？冇啊。坐过嚟啊，面向嗰边。依家帮你做啲检查。 呢度有咩感觉？冇啊。呢度痛唔痛？唔痛。喂，放松，冇事啊。啊！阿女，你点啊？佢做咩啊？点解会咁噶？阿女，你点啊，女？
邊位係曾淑美嘅家屬？我係佢阿媽。初步診斷咧，病人係右肩骨裂，要留院觀察，詳細咧要再照 X 光先知。你個黃龍醫生啊，搞到你咁，我要告你，告到你遮牌為止啊！太太，骨癌病人骨頭特別脆弱，你仲帶個女去睇中醫做正骨？我女有骨癌。你個女三個月前確診骨癌噶啦喎。冇可能嘅，醫生你係咪搞錯啊？媽。嚇？女，你點啊？對唔住啊，我真係有骨癌啊，我驚你擔心，所以唔敢同你講。點解會咁噶？你仲咁後生。有少少痛，忍住啊！大醫師，我嚟幫手啊！你唔係有個證要睇嘅咩？下晝咧個病人取消咗 booking 啊，我咪過嚟幫下手咯。你咪做火針啊，我嚟幫你手啊！哦，唔使，我自己嚟啦。你快都要沖一沖你只腳啊！呢度我清理得噶。唔好意思啊。唔緊要。我攞咗大夢橋平時幫病人消毒皮膚嗰啲酒精去做化驗，證實嗰啲唔係酒精，而係類固醇，連佢啲針都驗到有。唔怪之得我之前點學佢啲手法都好，都唔會好似佢咁快見效。原來所謂嘅濕疹層衣，全部都係呃人。呢件事除咗你知道之外，仲冇其他人知啊？冇，我第一個通知你嘅。Good， 呢件事交俾我，你翻去先。張醫師啊，我可以幫手嘅喎。依家係咪要通知翻曬佢睇過嘅病人？唔需要通知任何病人。我可以同戴夢橋解約，呢件事當冇發生過。張醫師，中醫係唔可以用西藥嘅，佢咁做係犯法嘅。而且佢有啲病人係睇超過佢一年，長期用類固醇係會有副作用嘅。我哋唔可以由得佢哋咩都唔知噶。你幫戴夢橋做針座嘅時候，你有冇幫佢落過針？有，但我落針嘅時候我係咩都唔知噶。我請佢翻嚟嘅時候，我都唔知佢用類固醇。我明嘅，我哋一樣都係無辜，一樣都係受害者。但其他人不會咁樣睇呢件事爆咗出嚟，我診所都會有影響。但受最大傷害嗰個一定係你。啲病人知道你係戴夢橋嘅助手，一定覺得你有份用嗰啲西藥。就算你保得住個牌，你個朵都臭曬。你喺呢行點立足，邊個會請你啊？而家就 like 同 subscribe TVB USA 嘅官方頻道，就可以即時收睇更多嘅節目精華片段啦。